我是宝宝宝，这是我的表妹。我们现在就在怡保，要吃早餐，吃点心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有2000。几位啊？有瀑布呢。有3000啊。有三千。一个是富山，一个是有瀑布，一个是有凤门，一个是民阁。所以呢，这边就有3000吃点心的地方。如果去这个富山呢，就要自己拿；去民阁呢，就有人家 serve。所以我们就选择去民阁吃啦，反正都是出名的。OK，Let's go。叮叮咚，这个是叮叮咚。哇，你看没有位置坐啊，多人多到没有位置坐。在怡保吃东西呢，就是很多人的，就不像我来这样子有自己的位置，要跟人家倒台。都有边度都要打开啊！文莱可能很少去吃鸡毛屋，这边的鸡毛屋真的是不错。哇，太好吃了！哇，小掌声！这里的东西好不好吃呢？我讲你们一定不相信了，你们自己看。吃到一干二净，好食好味的。好食好味。你们要来哦，好，怡保民阁。我们现在已经吃饱了，所以下一个我们要去哪里？我有点要去冰岛。杨国碧，其实我是一个广东人，可是从小就在文莱长大，所以我的广东话就有一点不准。边度杨国碧？我们现在是去长江白咖啡。我们现在要去长江白咖啡，长江白咖啡。这个是怡保的地标，叫咩啊？野贡布呀！野贡布，野贡布，野贡布，野贡布。我们现在就是 on the way 去喝那个咖啡，等下到了再跟你们讲。长江咖啡，长江咖啡，长江咖啡。这一个就是以前他们开始第一天做咖啡的地方，第一间店。这边就是怡保长江白咖啡，是怡保出名之一的白咖啡。等一下我们就进去试试看，看它有几厉害。这边。这边就是怡保长江白咖啡，是怡保出名之一的白咖啡。等一下我们就进去试试看，白咖啡是怡保出名之一的白咖啡。等一下我们就进去试试看，看它有几厉害。白咖啡。他们的咖啡真的是拿过奖的，不是开玩笑了。这
是你的 design 呢具有一点复古这样子，就是可能八九十年代这样子吧，应该。哇，这个好可爱。这个就是这里出名的咖啡机，呜、哦，好看也是要好喝，试试看好不好喝。哎，这个，哇，这个，哇，这个，哇，还有这个，还好喝的，还有这个，还好喝的，还有这个，还好喝的，还有一个叫做黄河高干，黄河交接，就是它是Kopi 跟 Teh Tarik 一起。Best， 太好喝了！你们也是要来试试看哦。黄河高街，黄河高街，黄河高街。Hello， 我现在就买了十盒这个白咖啡。如果你们要拿到免费的，就 like 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然后在下面留言，我就送给你们长江白咖啡。Yeah， 记得 like 还有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拜拜。Hello， 影片前面的你们喜欢喝白咖啡吗？爸爸 boy 现在在这里就要送出三盒长江白咖啡给三位幸运的你们。要如何得到这个白咖啡呢？方法很简单，你们只要在这个影片的下面留言 hashtag 爸爸 boy 我要长江白咖啡，记得是 hashtag 爸爸 boy 我要长江白咖啡。最重要的就是你们一定要有 subscribe 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要不然就不算哦。然后我会在下一个影片抽出三位幸运的你们，所以请留意我下一个影片哦。如果你们还有什么不明白，可以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看个明白。爸爸 boy 很期待把这个长江白咖啡送给你们，加油，祝你们好运，爸爸 boy。